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国战呢，剩下最后的五分钟啊。哦，今天的国战啊，真的非常难打，因为遇到很多朋友啊，他们都在这个玉皇兵哦。玉皇兵的话，就是这个最新的兵种哈，140级转职的。好，在这边玉皇兵，好，玉皇兵，哦，很难打、啊，真的很难打哦。随便把我看个几下，我就挂掉了。好的，哎呦，这边看到漂亮蒜头哥，好来打他，好来打他，他往左边走了。好，绕单的话应该还是有机会赢的。OK， 自动凤雏四元，好秒他，好秒他，秒他，秒他。哇，他一个人就可以打这么多人啊！哎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好，打败凤雏四元了。好，我们两三个人合力还是可以打败他的哦。那我们军团的话，目前是占领这个剑岭啊。那剑岭的东侧呢？哦，就是峨眉山哦，算在前线。哇，挂掉了，一发就把我带走了，好痛，好，真的好痛。好，等其他朋友帮我复活，还有一秒钟。好，好，等一下哦。可能现在其他朋友还没有看到我哦，等一下就帮复活了，好吧？我、哦、看起来其他朋友都躺了哦，都躺了，那我只好自己起来再飞过来了。哦，因为右手边左手边的话都已经变成了这个深蓝色的点点了。好，再飞过来，好，再飞过来。我插起的地方的话，我通常都插那个交趾驿站。哦，因为这边的话比较方便啊。哦，你要传送到哪里都很快哦。啊，好，好好，那你用牛奶，你用喝。自动，好、哦，让我跑来跑去。爸爸，干嘛？快点给我喝水啦！你要喝水干嘛？因为我刚才喝了甜甜牛奶哦。等一下，我在塔国战，我还没打完，我还有三分钟打完，好不好？不然姐姐你帮弟弟用啊，你帮弟弟用。OK， 哇，好多紫色点点，好、哦，地爷、硬硬超人、阿碰，不过他们都残血，应该是有机会赢啊，好、哦，打残血的没有问题的。好，狂音超人，好、哦，他也是残血，再来是地头，他们的 ID 怎么取那么奇怪哦，搞不懂。好，都没有捡到尾刀，哦，都没有捡到尾刀，被其他朋友捡走了，帮其他朋友复活一下，好小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花灼炎，啊、哦，还在这个状态当中啊，哎呀，都不能复活啊，可恶，那还出现在这边让我复活。好，看一下什么东西可以标哦，一果白象200金起标，留标了。好，在这边再看一下、哦、花木雪也是不行啊。哦，这个还在啊，阿碰好、哦、打阿碰，阿碰啊，他还是比较强啊、哦，他的这个必杀速度还是太快了。哇，挂掉了。啊，等其他朋友帮我复活。哎呀，好小也挂掉了。不要玩我的刮胡刀，不要玩我的刮胡刀，不要玩刮胡刀。你刮我头发干嘛？啊。好，再飞过来一次，好，再飞过来一次。好、哦，来那边扰乱他们了、哦。峨眉山的话是剑灵东的前线啊，所以如果可以把这个峨眉山给他守下来的话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还有两分钟。好、哦，稍早的时候，一开始的时候我有去打那个台湾哦，但台湾的话就是，圣域也是锁定那边的哈。一开始我去那边打的时候都被他秒杀了、哦，所以就没有机会摸到台湾了。待会再看一下最后是谁占领的。弟弟，小声一点。哎呀，那个玩具掉了。好，无名杀手先闪哦，连二打一、二打一没胜算。对，真的没胜算，被晨晨打败了。啊，晨晨真的很强，晨晨是一个玩家，他是一个玩家，他是里面的一个玩家。还有一分钟哦，果然还有一分钟。后速公说北海帮忙，我们去北海看一下好了哈，因为我们这里这边的话，对，啊，小朋友一直在我旁边啊，因为他们在等我讲故事。等一下北海吗？等一下是北平还是北海？我看一下哦，应该是北海吧。你又知道了，大王前说天朝馆的好多大大来，等一下哦，势力频道，北海帮忙哦，是北海。哎呀，打完了哦，打完了。哦，后速跟我说北海帮忙，谢谢大亮，我看一下北海有没有守下来。谢谢大亮。北海的话，哎，恭喜有守下来哈、哦，好吧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城池分布情况哦，今天真的很难打，有没有看到一堆朋友在玉皇兵啊？这个也是满满的玉皇兵哦，好恐怖啊，哦、真的好恐怖。好，来看了、啊、看城池分布情况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，先看日本好了哈、哦，我们先看日本。来，日本的话都是有魏国占领的哈、哦。这个大河的话是由城城的真三国四十者所占领的、哦，恭喜你们！好、哦，你们的话就有机会抽到这个倭国战马的。好、哦，那斜马台的话是风舞神人火凤人不了所占领的，火凤燎原所占领哦，恭喜你们哦，一样可以获得这个倭国战马，好、哦、的抽取机会。
好，我们回到了这个九州大陆啊，来看一下这个台湾啊。来台湾的话，好，宜州是由专业码头的声音所占领的，恭喜你们，好，那你们的话有机会抽到这个宜州黑熊。好，哎，那待会煮起来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，我们九州里面的话，我们就先从这个，我看一下，先从魏国开始好了哈，魏国。哇，声音好大声，我把这个游戏声音开小声一点。好，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有小声一格了。来，晋阳的话是由小哥哥，我恭喜村庄的这里的，恭喜你们。那成年的话是这个封神的封神榜。好，那接下来徐州的话是这个城外寒山寺的继承者们。好，那这个会稽，好，会稽的话是第一秒的音，好，恭喜。那接下来的话是这个，哎，还有吗？哇，安定，好，安定的话是金好运的喝酒大区啊，恭喜你们哦。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蜀国的部分，来，蜀国一周话已经讲了、哦，是圣域。那接下来长沙的话是红大人进门天天有，恭喜你们。那江夏的话是月雨蝶的有梦最美。那新源的话是木叶丸的茶室。那汝南的话是 DMB 战神蓬莱仙山。西藏的话是英国队长的复仇者联盟，好，恭喜你们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吴国的部分，那对不起，还有北平。来，北平的话是由风起云的军火山主带领的，恭喜。那接下来看吴国啊，吴国的话是这个北海的话是爱丽丝的龙战版本的带领，恭喜你们。那平原的话是这个花卓人的公文不克，好，恭喜。那夜的话是这个塑胶上山烧的花之清晨，好，恭喜你们。好，那接下来是这个庐江，来，大风说成庐江是用一简化你的正不胜哦，恭喜你们。那这个豫章的话是二位者的有神快拜。那贵阳的话是一箭万胜的香兰旗哦，那财山的话是翠梨树的 team， 好，恭喜我们啦。那个零零的话是欧洲传奇的凤凰院，五零的话是个明明阿球的粉味哦，江州的话是主女的神奈野麻将，那这个剑灵的话是我们啦，柠檬的 team 哦。好，那接下来现在的话是孙武的黄土霸业，那上庸的话是这个梁卷树的公主挺王子啊，好，好，这个应该是有所指哦。那接下来汉中的话是这个宁王的黄土霸业哦，恭喜你们。那长安的话是这个冰云猛的 Excalibur 哦，恭喜你们。那接下来天水的话是云龙谷的王者天下哦，恭喜大王。那接下来梁山的话是凤梨之的没落时代，好，恭喜你们。OK， 好，应该全部都有念到了吧？好，玩的话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没念到，玩的话是伊南娜的萧瑟一水啊。好的，好，恭喜这些有在练城池的朋友们。好，今天多了三座城池啊，所以领金元宝的机会又变多了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啊，看一下，来国战榜，好，国战榜功勋第一名是地塔。好，那有朋友说地塔是长颈鹿王子改名的哈，地塔，好，功勋2000，讨敌508。那第二名的话是梅在信道，功勋的话1351，讨敌318。梅在信道的话以前是枫野，然后 ID 是枫野。那第三名的话是凤雏四元，好，功勋1260，好，讨敌224。来，我们根据讨敌数来进行排行哦。来，第一名的话是地塔哦，508塔，再来地狼320塔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梅在信道318塔，再来是这个瑞大炮313。哎，对，地狼应该是我在想他应该是长颈鹿公子，长颈鹿公主哦，因为他是军师。好，猜得到了，因为他的讨敌数又那么前面又那么强哈，应该是长颈鹿公主。那接下来这个哎，对，梅在信道哈318塔，好，枫叶。那接下来瑞大炮313塔，火焰连霸龙287塔，再来是这个凤雏狮人224塔。再来是地球220塔，地球的话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长颈鹿龙九，有可能哦。那接下来是刀锋的话是188塔，再来是这个专业码头186塔，母羊宝宝180塔，谢谢165塔，不客气的猛将161塔，再来是东宫无岁159塔，再来俏秋147塔，专业时空145塔，派大星好，雷洛144塔，再来云肉144塔，再来是润云露西亚142塔，地头136塔，哇，好多D系列的朋友哈。那接下来是专业好者134塔，打不开141塔，火焰君129塔，再来地道128塔，冰井123塔，李温120塔，地野119塔，地野的话是第一代的地字头的这个朋友哈。那接下来皮丘六小弟118塔，元素117塔，阿鹏116塔，第一阴长116，耶稣114塔，水兵哥111塔，猫咪咪110塔，再来是地电老师109塔，一般想要100塔。106塔，再来是红七公105塔，百威104塔，海绵宝宝104塔，鹿九103塔，都宝98塔，桥本奈奈位96塔，再来是滴水95塔，一剑标水94塔，羚羊鬼92塔，圈圈长远圈圈89塔，滴灰野88塔，白夜浓烟路87塔，再来是吊板吊背86塔，龙之神86塔，再来是滴消波块86塔，再来是最后金属84塔，最小半径83塔，骷髅83塔，八大龙83塔，再来是天 MVS 83塔，雄奇82塔，林云龙82塔，地雷79塔，阿一78塔，飘浓蒜头哥78塔，那就是熊哥77塔，再来是凤生水起75塔，十八七七十五塔，海若雨七十五塔，再来是这个我吸你个鬼喷74塔，嗯，是迪西72塔，天若五72塔，五角71塔，万华宫殿70塔，杨小兔69塔，唐方哲69塔啊，大义69塔，再来是海若雨68塔，沈腾68塔，夫子67塔，剑痞一球人64塔，三小的64塔，乱刀63塔，野小的黄明明63塔，再来是善光灵，我看一下野小黄明明的头像哦，看一下，好像蛮好看的哦，确实是蛮好看的。OK， 接下来是青铜洞人少主。
啊，六十二桃，六一大炮六十二桃，暴风神童六十一桃，暗战六十一桃，杨小爷六十桃，饼干哥六十桃，六折五十九桃，再来是下周夜梦树五十九桃，木石蛋糕五十八桃，无心法师五十八桃，轰旋鱼太五十七桃，再来是无限不变五十六桃，皮老板五十六桃 ，DMB 战神五十六桃，麦爽婷五十六桃，第一天战五十五桃，铁柱阿宝五十五桃，那一发五十五桃，黑波奶奶五十四桃，专业单五十四桃 ，OK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各自的排行榜。来，猛将的话，第一名是这个专业码头186再上来帮我再是冰景儿。好，那豪杰的话，第一名是这个俏秋，再来是谢谢，再来是专业豪杰。好，那军师的话，第一名是这个地狼，再来是陆九，再来是龙之神。好，那方式的话，第一名是个地塔，再来是明哲信道，再来是凤雏虚元。OK， 好，看一下副榜。来，副榜的话，第一名是哇，狂人雷霸脸。好，狂人雷霸脸已经换人了哈。好，这个人的话是斧头王公主啊。好，那他是63副哈，再来是电玩小妖61副，歌王的是回65副，再来是玉兔捣药53，哦，鬼面儿40，对，剑表姐43，雅雅39，轩轩38，冰冷哎冷冰水37，西楼听雨35。好，那下面的话我就给他抛过去做个记录哦。哦，今天的国战真的一直被虐啊，哦，因为右黄飞的话真的太恶心了哈，随随便便把我敲个几下，我就被秒杀了。啊，没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那个游戏里面的那个新的小兵太强了，他，哦，太强了。敲几下吧就挂掉了。好，那第100名的话是这个北斗星的20副，敲个两三下吧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今天的国战成绩啊，14桃35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运气非常好，占领这个大丰收，哎，占领丰收城剑岭，好，又是三个据点，所以金元宝蛮多的，135金元宝。OK， 领取奖励，好，今天整话在这边哈，给各位朋友看一下，今天的话是10月20号，我看一下10月20号第一个宝打趴的是谁呢？来啊，我们恭喜这个专业豪杰啊，他是第一个宝打趴的朋友，获得23功勋哈，这还是地头、地狼、地塔、刀锋或者是有。好的，好，大概就这样子哦，好吧，那我要讲故事给小朋友听了，各位朋友祝福你们玩得愉快，拜拜。